晚上好，谢谢五毛钱的夜店。谢谢夸奖。天气阴的好难过，灰蒙蒙的好失落，灰色背后是什么？是孤单，被自己的情绪识破，只剩下一个人的沉默。仿佛听到你在说，问我还记不记得，我该怎么去回应？吃了吃了。那你们要去多夸夸。谢谢咸鱼的玫瑰花。还行吧，日推随便放。确实很短。什么叫自己打开？不然呢？我有造型师吗？进了一个毛毛，刚刚，谢谢玫瑰花。谢谢卖假药的。房间不热了。看着窗就好多了。吃了，吃饭了。降温，太好了，太热了，现在太热了。谢谢 astronaut 的夜店。谢谢崔志杰的荧光棒。还行吧。谢谢手机没电了的荧光棒。不会有小虫爬进来，为什么会有小虫爬进来？
还好吧，就差呀，谢谢小柴的一点。好吧，我自己没有感觉，写的蛮好的，是吗？谢谢山外青山的歪楼的奶茶，我自己没感觉。它会歪的掉下去。没有失宠啊，为什么说失宠？为啥说温柔？没有找呼呼了。累吗？不累啊，有啥可累？我也不知道，我随便猜的就猜对，我也觉得很神奇。谢谢随便好了的夜店。自己没有感觉，我感觉没有猜多少，就随便猜了一下，很多，好吧，没感觉。数着宇宙的秘密，算着我们的心到底。可乐有几亿光年远的距离。什么歌？日推的，不知道，没听过。晚上某天邂逅的你，是否还有勇气坦然笑着回忆，不留一点痕迹，再相信过从来没说忘。还好吧，没有很好看，今天状态一般。衣服太笨重，没有计划什么时候去上海，因为那个疫情。上海不是带薪吗？对，因为带薪的就上不了公演，所以一时半会去不了。对，没有办法。谢谢玫瑰花。反正我不知道，反正最近公司说是带薪的上不了公演，然后带薪也看不了公演，就是带薪的不能再剧场，就是也不是不能再剧场，就是不能上公演，不能看公演，然后薪没了才可以上公演。Bye.
来恩戴义，学太多了。哦，那首歌挺好听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换编舞。我看过那个舞台，我觉得舞好像一般，就是 Rose's Secret。确实我听过这首歌，但我不知道他们的舞是什么。你没跳过，你怎么不跳？他还在吗？你跳一个呀。你先跳，让我看看这个歌是什么样的。害怕，期待期待。你的粉丝肯定很期待的。不敢说话啊，这我形容，我形容不了这个领这首歌，我接受不了，我接受不了领这首歌，程度堪比 Jelly。就是接受不了 get 不到这首歌。谢谢奶茶，谢谢素素和 Vlamaba， 谢谢小慧的权杖。对我来说，我的 VG 已经神龙了。我已经神龙了。对，精神神，对啊，我觉得自己已经神龙了。那个 Luna 这首歌是挺好听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该如何去演绎，至少到现在我都没有一个画面。我觉得如果没有画面，我会觉得非常的违和。谢谢姐夫，姐夫最近可还好？你很好，那就好。笑什么？关心一下。什么？我就是纯关心一下人家怎么心情如何嘛。嗯，我哪有不太开心？谢谢，谢谢楚姐的皇冠，楚姐心情可还好？下班性质，
还好吧，我就是不喜欢别人离我太近，我觉得离我太近拍起来不好看，所以说心情是 OK。 谢谢椰子塔的奶茶。别破防了，别不开心。我尝了一个，看起来像曲奇味的，不知道什么。好久不见，你的 ID 都变得不一样了。对啊，我很强调距离感，就是之前就会有这个怎么说呢，同事朋友或者同事，就是说那些私人行程的你都是怎么对待。我说不会有私人行程啊，我的粉丝都知道不喜欢，从来不会有人跟我的私人行程。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他们会有心，可能会有谁，就是可能会有那种他们自己回家或者怎么样，就他们素面朝天的在机场吃东西，然后就粉丝拿了一个单反就冲过来了。我说我从来不会有这种情况，我说我的粉丝知道我特别不喜欢这种，从来不会有私人行程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分享。我吃东西我真的不喜欢太近，因为就是这个反图，它这个镜头近着拍就是不好看啊。对，这拍就是不好看啊，视频也是啊，就近的就是不好看啊。你可以远一点，放大了都比近着拍的好看好吗？你们可以远一点把那个放大拍的好看一点。对，就我很在意，因为就比如说上班的时候我也不喜欢拍，因为我觉得上班真的不好看，我不知道拍了什么意义。你们觉得好吧，也是有一些意义，就是其他地方的，就是不在现场粉丝能知道我上班了或者是今天怎么样的状态，但是这东西真的就是不好看啊，不就是没有起不到任何安利作用，有些时候状态差了还赶粉呢。所以我最不理解就是拍上班，反正对我就是可能你那种素颜绝美的，我巴不得我粉丝天天成群结队的来给我拍上班。为什么要问号？谢谢做梦的黄花，我的素颜绝美。你这话当对着我说就好，出去千万不要在外面说，容易被笑话。
一般也看不到脸，那更不懂要拍啥了呀，在拍啥了呀。穿搭不能下班的时候拍吗？我为什么上班化妆？我下班的时候会换衣服，说明我觉得我上班穿的不好看。懂？衣服哪来？自己带的呀，自己准备的呀。那为什么上班不穿呢？因为我觉得准备的衣服配不上我素颜的样子。啊，不对，我的素颜配不上准备的衣服，所以我就上班不穿。我会觉得把衣服穿丑了。真的会这样的，你们别管我，不要管我，真的，你穿的衣服和你化不化妆是有区别的，你的妆容也是搭配的一部分，真的是这样的，你们别不信。你一同一套衣服，你化了妆穿和你素颜穿真的是不一样的。你们是不是不打扮呀？这都不知道。精致一点的女孩不应该都知道这个知识吗？男的不打扮，男的也得打扮的。每天都会买，看心情吧。我没有骂人吧？这算骂人吗？板凳，板凳，毫无镜头感。把它搂起来了，我的肚皮露出来哪儿？没有啊，真的。嗯，没发现了。厨房有空吧？没听懂你在说什么。哦哦，忘记了，我真忘记了。
衣服购物分享，应该不吧，我不太买衣服，我很少买衣服，完全忘记这回事了，天气都变热了，还有谁是口红？开箱，哎呀，我真剪不来视频，我看了那些素材我就头痛了。主要是40分钟的素材我真的筛不来，快一个小时的素材，好吧，那我到时候就加个倍速放出来，好，打个码。我真不会剪啊，那我就倍速放呗。打码，快递信息当然要打码了，不倍速的话那有一个多小时，不是一个多小时，快一个小时。那就这样吧，看着播到节目啊，我要关一下了，我要去翻牌了，大家拜拜，忘记了，拜拜。再播一会儿会儿吧，对呀，12点翻好了，翻牌，不然呢？12点了，不一模不一模。不是要看的，有时候会一下子清完，有时候随时翻，有时候久了就7天了，就是情况都不一样的。你好困，那你快去睡吧，不要管我困不困。谢谢你光华。那我们还每天都要上班，短也没办法，已经发生了。看不过那就多看几遍吧。看到腻为止，完整版那就去搜我的完整版看呀，又不是没跳过完整版。过期了，快点啊，我都翻了，谢谢 SS 的夜店。
我都翻了，但是我没翻到你的。我翻了，我昨天都翻了，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你的，没有看到你。应该是吧，你们中间应该有收到翻牌的呀。当天我都翻了，正好今天，对啊，我就都翻啦，今天就是正好今天过期我都翻啦。啊，就是二十几号，二十六号，二十七号，今天几号，二十八号，现在七号，二十七号的都翻了呀，谢谢羊羊羊的奶茶。嗯，好奇怪。又要更新，好麻烦。不知道，我不是那种每天都会和家里人联系的人。几分钟不见呀，这么多，你只说这话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要不是认识你，我可能以为你小升初。家教不是白当的，好吧？真的这么牛？树叶不长。直播对着粉丝时间久了，会不会有时候觉得无话可说？不会啊，我在粉丝那儿永远都是有新鲜感的，粉丝在我这儿也是永远都有新鲜感的，我们对彼此都不会无话可说。不是结巴，是我怕我自己说成无话不说就反了。无话可说和无话不说是两码事。你挂科了，那你赶紧关掉手机。这里没有补课的功效。你语文100，班里排第5，100分排第5，这个满分是几分啊？
120，120。我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了，眼熟你尽量吧。150的话，应该不是100排第五了吧？未成年人12点怎么还能看直播啊？这个没有那个未成年系统吗？就是你们不是应该周六什么周日什么8点到几点才能打开吗？那是游戏，口袋48没有这方面的禁止是吗？完成了学习任务加上去了，完成了学习任务看是可以看，但是现在已经12点了，你确定你家里人知道你现在在看吗？我现在说话声音还小一点，我等会说话声音大一点，隔壁爸爸妈妈就听到你偷偷的在房间里窝在被窝里看直播。戴耳机。谢谢酸奶饼干的权杖。耳机录音，那也录不到隔壁吧？那这个耳机录的都不是音了，就是外放喇叭了。为什么在直播口袋还能回复东西？其实帮我回复的都是我的助理，现在我的助理正在帮我回翻牌。对，反正趴我边上，我觉得他好可爱。我疯了街角扬起了几缕尘埃，用指尖打了几个太轻柔的拍，以为曾留意，以为曾知他们存在，他在这儿呢，有点不方便。那些都是面容丑陋的妖怪，谢谢玫瑰花，珍藏某种人情百态，太孤独缄默，却比人们还行了，是比普通人瘦一点，但是也没有特别瘦。
却仍愿坚信这世间最美好的一切正与风飘落。多少岁呢？他人对你的九十眨眼微笑了，小心翼翼也略显笨拙。谢谢玫瑰花。你从未得知那种渺小的温热多么动人心动。有啊有啊有。追着风逐相遇奔向前世，怀揣着千百年的爱与痴，这相遇那里别都成就值得珍藏的故事。他正虔诚静候着与你擦肩。因为我长肉啊，长在该长的地方，所以还是有九十的。是肚子上的用我的身材怀念，没想到你内心是这样的。说实话，我没有办法想象你这个脸配上我这个身材，我觉得还是别了吧。你想借我都不租。你们自己想象一下嘛，又不是没见过他。不是，就是他现在这个风格，你想一个短头发的帅气女生说真想用你的身材活一天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没有办法，我不接。什么他说什么没看到什么 stop。他可以长，可以啊，可以长发。我只是说他目前的一个形象是不太适合我的身材。谁适合我这个身材啊？我想想，不行，我不要说谁适合，我从你们这里说吧，我不能说成员，这样子显得好像别人身材不如我还是什么样的，我不可以说成员，我就是从你们里面挑。嗯，你看看啊。可以说你们，对啊，你们可以包容我的，那就喂鱼吧。不是，他是这个房间的梗，就是我们直播间的陈汉典。这么说他是不是会生气啊？康熙来了立在陈汉典。谢谢悠悠悠悠悠悠悠。
他不认，他会认识的，这么有名。你们都认识吗？互相？位于，我不敢确定是女生吧，因为我老是弄错。认识，你们都认识，好吧。老朋友，那这位弹幕上的这位朋友，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我现在要确定，就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悠悠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上次就说你是女生，好像是，记住了。那悠悠悠应该也是女生，因为他们看起来很熟的样子。你好，好，不会弄错了。有男生吗？有，这个索隆的三刀流看着是男生。好，好，线下见。索隆的三刀流这个 ID 听着像个男的，粉红气泡可乐听着就是女的。你是东北男生是吧？想被瑶瑶一把子抱起是男的，你是男的，那你这个 ID 就有点过分了，你这个男的就有点奇怪。海盐酸奶饼干听着是女的。谢谢鸽子到处飞的夜间，鸽子到处飞听起来性别不明，女的吗？那我就猜男的，看看谁对。男的，耶，是男的，你们也猜反了。树上有座椰子塔，听着是个女生，女生才会起这种名字。YZY 是女的吧？线下都不认识。不管，我刚才猜个索隆三刀流是男的才对。ID 比线下明显，不，线下有些也明显，明显的也有，不明显的也有。我还是，这里面还是有不少人被我认错过性别，但是大家都原谅我了。真的吗？你没有原谅我吗？你也知道，你也原谅我。没原谅也不会在这，也是。从来没有原谅，是吗？你还在生气？你这不是最过分的了。我给你拉一个典型出来，这边有个叫水族馆的，我认识他，就是有以前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一次 MC 的时候，说台下随机叫一个粉丝猜猜他是谁的粉丝，然后他就被点到了，然后是我那组 MC， 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是谁的粉丝，结果他是我的粉丝，我就都不知道。你这样子听完这故事，你会不会觉得舒服一点？但是从那会儿我就知道这个人是我的粉丝了。
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想不到还有的肯定有的，就是有那种就是严重到已经就是离开了，只是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，别难过。你想到了是吗？你说说呢？不敢说。啊？你也想到什么？这么吓人？什么？可以给我一些提示吗？让我看看，可不可说？你也想到？你们都想到什么？什么？啊？什么？为什么就我不知道？啊？我跟人家讲道理，那个真的是语气问题啊。那个翻牌真的是语气问题。我想说的是，那你下一次出门的时候你可以看看，就是说我说我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不先就是做一下功课什么的，我觉得可以这样。但是那条翻牌的语气就变得很咄咄逼人，但你懂吗？就是我的语气不是那样的。我想说的是那你可以提前先看看他的营业时间啊什么的，你懂吗？我是这个意思，标点符号。那个我真的不是，哎，你有那句话吗？我把我真正的语气念给你听，你就知道我真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们说的都是这个吗？更明不是，就是有一条翻牌，我看看啊，就是有一个人翻牌跟我说最近发生了很倒霉事情。我的主旨是说你其实就是有一个人，我先跟你们解释一下是什么情况。就有一个人跟我说他最近都很倒霉，他然后我的意思是说，其实你不倒霉，就是你的幸运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。当你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之后，其实你是可以很幸运很顺利做到一切，就是你不是倒，你不倒霉，我是这个意思，你懂吗？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什么没做好，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倒霉不是你倒霉的原因，我说就是你做好这些你是可以很幸运很顺利完成，我是这个意思。然后他说嗨 SOSO 前几天完成完就是面试实习，发现开始很倒霉，什么事情都不顺利，出去玩车没电了，想吃的店下一秒就关门了，手机摔了，是不是很倒霉？今天猫也跑丢了，一直没有回来，好难过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说除了手机摔了挺倒霉，那你车没有电，你可以先，我说你可以提前充好电呀。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提前充好电呢？想吃为什么不提前营业呢？提前看营业时间呢？真的呀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可以避免的，这不是很倒霉的事情啊。那你猫咪跑丢了你为什么不关门呢？你把这些东西做好了的话，其实这些都不是倒霉的原因，你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呀。我真是那个意思啊。然后我说因为可能你在备考就没有精力关注到这些嘛，就是让他细心一点嘛。我没有那种意思，我就是想告诉他你不倒霉。对啊，我是在安慰他呀，就是我的安慰啊。谢谢会员爱的权杖。对啊，我在安慰他呀，我说你可能只是备考没有精力照顾好这件事情，休息好之后会变幸运的呀。真的呀，你说你车没电了，你出门之前不先看一眼吗？
你去一个地方吃饭，你不先看看他啥时候开门，啥时候不开门吗？那猫你肯定要随手，你养猫了，你肯定要随手关门的呀。哎呀，我真这么觉得，好吧。因为我是那种出门电一定要充好，去一个地方要看他门开不开的那种。然后我自从板凳在这，板凳老是要冲出去，所以我这个门从来不开，我都只开一条缝，我侧着身出去的。所以我可能就有点不能理解这样子的情况吧。就是我觉得这些是完全可以避免，这不是倒不倒霉的东西啊，这跟倒不倒霉没关系。你我的意思就是你生活中再多细心一点，留心一些小细节，你的生活就会更加的细心。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发过翻牌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哄哄他，那我怎么哄啊？别难过，别难过，你会变得更幸运。倒霉只是暂时的。啊，这个样子啊，但是这些话很假大空啊。我不喜欢说这种很空洞的话。谢谢早点睡觉的夜蝶，因为我觉得这种话很空洞，就是和任何人都可以讲的话。好吧，大家喜欢听这种。看似无趣的脑回总是转移，你却说我无聊不动情绪，是这你说的浪漫可只会默默关心。看似认真的脑回总想变形，你只是说我总莫名的在意，念着奇怪的咒语让我再无法进来。你那天晚上你们暧昧的场景模糊又清晰，那是我拼尽全力可无法丢掉的秘密。没有，我没有难过，我只是想到那些话我真的觉得很空。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就事论事。但是确实很大一部分人都吃那一套，但是我真的不太会，就是因为不是我自己想做的，就是我会很难受，我就觉得自己不是自己啊。
谢谢文选张明的名字。唱歌的时候就很弱。这个。还好吧，也不算学，这里面只有七个音。给你推送吹口琴，真的还没给我推送。是吗？没有。我没有眼睛红啊。再播六分钟吧。有多少人擦肩而过，吹这个那得有谱子，没有谱子我听不来。没错，你没看错。琴肯定是简谱吧，它容易倒。不知道哎，外套可不可以脱？小风是什么角色？我没看，因为那个靠垫动了，它就会掉下去啊。它不是被我夹在那，它自己掉下去。对，心愿变天，名字没有想好，说实话真的没有什么灵感。我恨不得我不叫张琼宇了，我叫张琼毛吧，我们就可以叫毛杰了。毛杰，猫咪身上的毛杰，起码这是个词啊，乱说的。取一个字取不出来啊，一个字的真取不出来啊，我已经想遍了。不一定和名字有关，那我们就叫火，火，我们叫科学与塔罗。我甚至想过我们就叫星币二吧，实在想不到，我也在想我们就叫星币二。新边是什么？就是一张，我也不知道是。
我真的想不到了，我想遍了所有的可能。科学与塔罗，星币二。他给我解释星币二，解释过，但是这种东西你知道吧，他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可能是这样这样，但是这种东西真的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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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说过，但是我一个字儿没听清，就是没一个字儿没听明白，但就这样滋滋滋滋，他说过的，我实在真的记不住。真不知道该叫什么。不要，我觉得 IE 浏览器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还不如叫星币二。放流的救命，一个字真的很难。我不要叫宇宙终结，我不喜欢跟着粉丝走。能叫这个，这个字太……我去问问他吧。我觉得长也不错，长也可以，或者星币二。为什么不要？不要你们投票啊！你们投了，不要你们投票。到时候再讨论一下吧，我真的想思索许久。自我介绍还有口号啊，那我不敢再想了，我又怕被出警。我真的觉得我很幽默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特别生气，我觉得很搞笑，不敢再乱想口号。我没有练说，哎呀，不跟你们说了，这不是什么练人说，这个就是大家对我的印象嘛。就是虽然你们很不喜欢这么说，但是
说实话，就是其他人对我的很多印象确实是这样，但是不代表我写这段话就是为了加深大家对我这种印象。这个重点是后面半段才是我真正的人设，温柔。谢谢楚佳琪的权杖。王老吉，感觉我也不会太开心，刘姐也不会太开心吧？给我这取了个王，给他这取了个吉。我和王的关系，穷是王晶，王水听着好可怕呀，要做噩梦。晶晶，大家品味也一般了。没让你投票，对，再投逆反了。国王又是什么东西？怕我选，我选怎么了？这个东西商量。吉吉国王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大家都笑啊？吉吉国王是包吉吗？啊，真的，我没看过熊出没，我以为是波吉。让我看看，啊，他长得也正球星人家呢，嗯，挺帅的呀，挺帅的呀，帅的帅的，我觉得还是就是挺像那种看起来打 call 很厉害的那种粉丝，帅的帅的。就是
看一下，中气十足。对，看一下嗓门很大。太普通了，这种很普通，大家都取这样子的名字。不是嫌弃你们的意思啊，就是大家真的都很努力的想了，但是就是我这个人就喜欢搞点就是天马行空的。你用起名没关系，别那么麻烦、啊、你太热心了。板凳呢？板凳在睡觉，踹他一脚。算了，不踹。哎呦，撒娇精！呱什么呀？你呱什么呀？根根分明的毛发，呱，再呱呀，再呱一声。小红小蓝健在啊，当然健在。说说该给他们换换水。但他还是要有自己的空间。对啊，这个斗鱼他到底能活多久啊？能不能给我点心理准备？一个性别吗？不知道，看牌。没有，我只是想知道我要养它多久。就是如果它要它活很久的话，我得把它安排进我的人生规划里啊。不久。那怎么说2到3年？对啊，就是如果一年的话也就还好，但是他久的话就得也要想一想他的如何规划他们。2到3年还行。好，那你下线吧，我再播一会儿就关了。我陪他们玩嘛，他们更不理我，他们除了吃东西都藏在草下面。养鱼不是为了看他们吗？刚开始是为了给板凳和琼宇的生活增添乐趣。板凳会去看他们吗？现在不太会了，刚来的时候就盯着看。
他们不吃，而且他们还挺能躲的，没有被抓到过。鱼料他们吃很少的，就那包鱼饲料到现在都没吃掉多少。没有算什么苦心，反正八斤多九斤。我有时候换水都得抓他们半天。这板凳是英短里的瘦子，我之前觉得板凳的身材很正常，然后每次看到什么正南啊、土豆啊、椰奶啊，我就觉得板凳太瘦了，感觉被我虐待了一样。但是它真的吃很少，你不知道土豆真的长得跟土豆一样，就正南就是也是就是和小时候很不一样。母猫都有，母猫会偏小一点，反正板凳一直胖不了，但是它来我这儿还稍微胖了一些，但是它胖不了。爱不爱吃罐头？不爱。我当时我也有说过吧，我开了一个罐头给呼呼和板凳，一只猫一半，板凳吃了几口不吃了，然后呼呼那吃完了，然后把板凳的也给呼呼，呼呼又吃完了，那是一大罐，一个大罐。呼呼很厉害，反正挑食还挑水。英短公猫16、17斤，我天！那板凳现在还喝水龙头水，我不给他喝。就是他会跳到上面，意思就是说让我开给他喝，但我不想太惯着他。已经是正常，比较健康的。皮肤好点了吗？说实话还没有，稍微好一些，但没有完全好，还是不太好。不瘦的。哦，不对，我瘦的。我不说我自己不瘦，你们肯定要打我。但是就没有那么瘦的，就是，比普通人瘦一点。琼宇还要观察多久？琼宇又去看了一次，又说是，就是说误诊，我也搞不明白了。就是说没事儿。还好还没有做手术。对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能误诊出来的，再多去看看吧。多去看看，对比。
今天不累。好，明天也不太能睡懒觉吧，最近都挺多事情。也已经不早，得快赶快洗睡。拜拜。